料理澎湃，个人知，滋味好食，大家爱。总好西，真厉害，不管是肉也是菜，好食的料理，通人爱。小朋友遇到趣味活泼的戏剧来演出，而且所讲的台词拢是用台语哦，真特别吧？为着要将台语的教育宣传到每一个学校，新市国小伫教育部的支持之下，争取到经费，开始到台南市的北京学校巡回表演。今仔日的安平国小就是因的第一站。哦，阮本地就有一个迄个微电影，吼，阮个微电影有得奖。啊，有得奖了后，阮就想讲，哎，啊来家己整做一本迄、那个绘本。好啊，绘本出来了后，啊，囡仔就足爱去翻这本册。啊，翻这本册的时阵，啊，就有囡仔咧讲，这拿来做戏剧，一定做好耍。指导老师表示，其实台语不只是会当用念的，用唱的，搁较会使加深着小朋友的印象。借由表演，嘛，互因用动作了解一句话的历史，教导因用台语唱出新奇的故事，嘛，全部拢记录伫个《恁厝咱兜》这本册内面。去到新市，你就有一首白莲雾的歌。啊，咱讲，咱知影是迄、那个“透早天大雾，乌手徛水雾”。我就在想说，我们是不是透过那个戏剧念谣啊，把这个歌的音给它找回来？啊，结果囡仔吼，就足爱演，嘛足爱去听这个故事。刚好台南市教育局吼，真好，给阮一个吼一笔经费，讲给阮来做这个表演吼，啊来全台南市吼，拢总有抽到八场吼。老师也讲到，这个巡回的列车主要是要让小朋友透过趣味活泼的方式学台语，同时将这个风气深入其他的学校，让台湾母语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。咱的新闻第一部小明星安平昌报道。